好，闭上眼睛。好，我要开始了，我要录音了。天黑请闭眼，所有人闭上眼睛，请三位坏人张开眼睛，确认彼此的身份。请坏人闭上眼睛，请梅林睁开眼睛，坏人大拇指伸出来，梅林确认坏人的身份。请梅林闭上眼睛，坏人大拇指收起来，请梅林跟摩甘娜伸出大拇指，派西威尔张开眼睛，确认两位的身份。请派西威尔闭上眼睛，梅林跟摩甘娜收好大拇指，天亮请睁眼，游戏开始。哇，好累啊！而且每一个字都断断续续。对，跟你讲一下，你可能四三个小时半通知都有。就是没有业绩啊！没有啊，一开始都很字正腔圆，是要那个讲商品是吗？啊！剪刀石头布，对啊，好，剪刀姐姐，好，一派三个，废物平平，等等，一定是。我，哎，所以你没有给你自己哦？没有啊，哎，因为我为什么没有给自己？第一局看都看不出来。哦，所以也不要浪费时间，对不对？投票，投票，投票在这边，赞成的这边。没有啊，有另外一个，有位任务师，另外一个放这边，另外的，另外这边，对，哎，另外一个放这边，看三个，好了哈，看三个，对，谢谢大家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来来来，谢谢。好啦，成功，好，来这边进入吧，对啊，来，谁？还不要的，行，嗯，好，哎，谁？哎，故意，哎，故意给我拍的，成功啦！好，成功，成功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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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都失败，所以你成功，卖底下都会笑啦。好，好，哇，你要，你要准备好吗？这边，这边，换思云派，派四个人。就我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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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我抽卡，看不出来啊。你要派谁？我啦。好人啊。我一定是好人，除非你想要测试看这一局有没有坏人夹杂在里面。我是好人。好，那我是你猜猜。好，我们四个，四个，一二三四。好。嗯，在哪里？这边，这边啊，不要的放这边。哎，我刚没拿投票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投票，这边。哎，哎，那是木头啊。这个要的吧？这要的啊，不要的放那边。他进在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笑死啦！哎，你别蒙一下。机会嘞。好，任务成功。成功。好。好。哎，那这个这是谁呀？开始没有？是的。第一个是赢的。好，第一个是赢的。好。我说这局会有坏人。直觉。我们来看一下。我直觉。开任务。直觉。这已经出的了。对，这是要的，不要的，不要的放这，可是你拿来，嗯，那我来开哦。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。应该有四张吧？对，我开了。哎，三张，四张，有一张坏的，哪四个？一二三四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刚刚看哪四个？我们四个，哎，为什么？一二三四，没有我了，我了。好，一二三四。我知道谁是坏人。阿亮是派人啦。他是坏人。吓到了吧？被我猜到了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有精灵是啊。换你。
是好人要拍自己哦。嘿嘿，我知道谁是坏人。我这一局要派，他不敢派我。四个，你敢派我吗？你可以派我，我没被派过。派我就是坏人，但是我看你有点坏。不敢派我是坏人。我可能被老子炸掉。你如果是好人，你可以派我。坏人有三个吗？嗯。你可以派我。可以再刚才再测一次啊，然后再加一个、啊。所以派这个很重要，真的，对，派我啊，派我、啊。你派的对，这个赢的就很重要。我一定是好人的。姐姐，你是坏人。我一定是好人。对，我不要。对，那个钓鱼的真的很吵，跟之前表现不一样。谁还有少一张的？姐姐是坏人。谁是单张的？姐姐，这边。你是坏人，我一个，我两张，嗯，谁多哪边有多一张？嗯，来吵我。现在是哪边？派谁？这个谁？还没派完。你可以派我啊。我一定是好人的。我也是好人。我也是好人。我一定是好人的。你一定是有任务啦，所以你不用再讲了。我啊，这就是我打我比较安静。我这一次没有问问题。不行。也不行，好，不行，觉得有问题，不行，这一定是，因为我觉得已经讲那么久有点问题，那不可能，以他的思绪那么好的，他应该不会讲那么久，我觉得这一局一定有两个以上的坏人，对，所以要投什么反对，对，反对，如果是好人就要投反对，哎，好人就要反对啊，这个是好，哎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好，我们先看好了，这样的不能关，全反，哦，反对。反对，哦，所以有几个好人要听牌了，各位，好人有我是你的福气。坏人太紧张了，超坏的，还有谁？两个，两个，很重要啊，这一局啊，一定先派自己吗？我有一个，这一局定生死，这里，这一局啊，这一局啊。对啊，这句很重要。啊，是啊，陪我，我是一个好人，真的好人啊，真的。所以，我好人。可是只有两，就一正一负啊，就看谁一局接局啊。嗯，如果再赢的话，坏人再赢的话，我这场就那个了。问题是还没有决定，所以他这派的很重要啊。我知道啦，每一局都很重要。没有，第一局不重要。是啊，第一局是测试啊。可以测试，你是好人。对啊。现在缺一个，对，缺一个，这我应该，应该了，我是好的，我也是好的，自己爆炸的，哎，我在燃烧了，快点，你刚刚那一局，哎，我在燃烧了，哎，第二局是投谁啊？第二局是谁出啊？就是三个嘛，加一个嘛，啊，一个是坏人，对啊，所以不能投一个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那就走一个剪刀，那加一个剪刀。啊，就我一个剪刀。对，哦，就这样。好，那你先出，然后决定谁。好，哎，那个卡嘞。所以第一次是两个人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就是派两个人，派你。我是好人，所以我一定会派我自己。嗯。啊，那有没有人是好人的？赶快跟我说。你可以看。我是好人。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真的吗？我。好，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思颖比较善类。哈哈哈哈哈！思颖，好，大家投票。好。啊，你不行，你要讲英文，不然你就会很混哦。好。哈哈哈哈哈！非常害怕。嗯，哦。是赞成。有一个反对哦，两个哦，两个反对哦，好，所以一样是出任务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好，那我们把自己的拿过来。你这样拿过来，那就跟那个一样啊。没有，那就是全部。就是让人家知道你是谁。你是什么人啊？你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要那个，我们要摊开了哦。好。哇，任务成功。耶。好，所以好人赢，
好人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，这个是坏人。啊，这坏人。哎，来这里。没有，我们要放这边。放这里。OK。对，这个的话是平手。哦，好。但是平手累积到五也是输哦。哦，好。那我这个我放下。你什么时候？哇，龙耶！小天，消防员，机器人。哇，好，小心啊，小心啊。好，我换，我弄这个方向，我弄阿亮。好。来这里吧，在这边好。还是两个吗？没有，三个的。对。这比较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现在是换阿亮。嗯，我是好了。我在那边玩。啊，去，测一模一样的。哎，小心手。好。我跟朱俊俊在一起。嗯，行。谁出任务啊？他们三个加了阿亮自己。对。哎呦，还有至少一张，还一个。还是一样两个。两个反对。好。还是输。还是输。全部。自己拿好了。一站成一个反正。好，这边，好，开了哦。好。哇，任务成功哎！那为什么一直有反对？对。哎，还有谁没拿？拿了。好，那你在那边就好了哦。然后预告一下，小弟弟玩那个叫什么？我们是三战两胜嘛？对，好人再赢一场就好人再赢一场就赢了。好，哎，我们七个人的话也是三战两胜吗？我看一下，我查一下，因为好像人数不太一样。哎，这个先，老公，待会你要不要来学？这个等一下啊，你还记得怎么玩吗？我记得。这个等一下，你也今天来学。等一下啊。哇，我记得应该是，应该就是看谁先过半了。对，应该是不要撞到那个头皮。嗯，对，五战三胜等于说也只差，这边有纸哦，你这样弄了会掉掉的嘛，对不对？知道吗？你去找，所以要抓着，你去找恩恩玩，你可以在旁边，没关系，去找恩恩玩。快点，快一点！哎呦，你怎么了？你喝醉了？你怎么了？突然暴冲，有这么急吗？我要飞了，会不会痛？不会 ，OK 吗？没事，对不对 ？OK， 赞，好棒哦！应该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过半。2、3、4、4。第一个四人任务需要出现两个人。阿亮，我跟你换位置好了，不然他等一下。好 ，OK。如果你是好人，为什么你刚才你对我应该是毫不迟疑的？有，我对你毫不迟疑。是吗？我在想其他人，我要怎么发？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谁对啊，是因为这样我才怀疑你第二第一，真的开始怀疑了你。好吧，好，那我们可以继续，我们加他们两个进来玩。好，进来玩玩，静静好不好？会不会？好，试试看。他要多加哪两个角色啦？就还是哇，这个梅林草太深了吧？真的。哎，这是哎，你身强不露哎，你有在练功哦。其实我有点累，不是啊。有啊，我们这次刺客呢，十个人的话，哎，那哎，对，刚刚没有，他们刚刚拿错牌了。四六，十个人的话就是六个好人，三，但我们这边八个嘛，然后四个坏人，看那个一燕跟的那个，就一样这样玩嘛，不要勾那个角色嘛。老公，你要不要进来玩？你先最后再勾，过来玩乱套那个。老公，你进来玩啊，换你来玩。你玩，你玩啊，你玩，我来布，一起啊，一起玩啊。他不用布网员，他可以自己玩啊。哇，你在玩布利的游戏哦。